busks. Wow. Oh, now we're live. Log. Yeah. 第四季, 超越新冠育儿, 欢迎这个Max来, 跟我一起来做这一次的直播, 我们之前讲过, 我们直播说, 我们在讲什么呢? 因为这很有意思, 我已经做了三季了, 但是我想, 今天想看到的就是, 从一个完全不同的爸爸的角度, 我猜, 你知道这个新冠有一段时间了, 你没有那么多的见你的孩子们。这很有意思, 自从呢, 我选择, 跟孩子妈妈分开, 那么现在, 已经8到9年了, 这很有意思, 所以, 新冠的是另, 另外一个, 有意识的养儿育女的部分, 因为我也就是因为不一样的，然后呢，我以前就是很多旅行，所以，我以前，然后呢，这不是关于养儿育女，然后呢，哦，看着怎样，然后你跟孩子一起，或者是他们上学或怎么样，这就是必须要是不同的创造。 So this has had to be a different creation. 我不是说, I didn't see the kids for 6 months. 前面6个月真的很难，那现在我看到他们很开心， 他们在创造和活出他们的人生， 所以那很棒。 他们的妈妈呢， 真的很善于就是提供他们所要求的， 所以有这样一个稳定的 基础， 所以我很幸运。 所以， 然后呢， 我呢，就是隔离2周，然后再跟他们相聚3周，这不是很容易，所以，我记得，对我而言，当我开始跟Simon开始关系的时候，他有一天说，你知道你作为爹是爸爸是不同吗？我说你讲什么？他说我如何不同？他说， 你持续在提问，你在赋能，你试试在教他们选择。我说，难道不是很正常吗？但是同样的事情看到你也是如此。如此多的爸爸，很多的爸爸，这很有意思，就是 It's an interesting thing 去承认你是有多与众不同。 To acknowledge how different you are. 我以前从来没有宣称和承认过的，但你既然提到了，我说是的，哇，这是真的，是的，你就是与众不同的。但是我想，关于那个承认，因为绝大多数的类人族，我看见的，他们很少承认啊，他们是有多与众不同，尤其是比如说当爸爸。 然后你不是说，哦，你选择，你说我如何做的，基本上这真的，绝大多数没有一个很棒的爸爸的这个形象或模型，就是很少有这样的这个，就是模型，那真的是真的， Gary 是我看到少有的，他真的，他对养儿育女的观点完全不一样，他的孩子就是。 他是一个对我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允许孩子选择他们所选愿意选择的，总是，然后成为有趣的观点。我有的时候不是，但我知道那是一个选择。有的时候看见我自己在反应，那我又选择，我可以选择成为有趣的观点。他一直在成为鼓舞。 对他的孩子们，所以一旦他们选择去接收他的与众不同，我说哇，我想也要更多的那样。然后我说我其实基本上我能成为些什么？是的，就像是我们这么如此性有这样的一个模型啊，就是你知道，他们。 在提问关于我在成为谁，在我的养儿育女的时候，这是如此强大的一个提问。我知道很多时候在很多年里，我在养儿育女，然后呢，我就说哦，讲出狗屎的时候，我就说哦，我在成为我
我爹。然后呢，然后我爸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关于如何去成为一个爸爸。我想有多少，我们就像自动导航一样，我们就是关于你如何养儿育女，所以让我们这样做。所有的自动导航系统你正在使用的，来创造养儿育女的榜样，基于你学习如何养儿育女是什么，你是否通通做出你的创造，让爸爸来学成这样子。真的，我很喜欢每所有每一个你所熟悉的期待投射，都是生态模仿你的父母的所有的一切，你是否通通撮合并不得创造 ？Rock and roll nation 这样子，这就是那个地方，就是来自于自动导航，我们就开始生态模仿。是的，我就说。我在这里又有什么选择呢？我们讲的事情之前就是有人问那个提问，关于那么现在有一个孩子成为一个继母，有一个孩子，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对，有一个真的帮助我，就是意识到我们的孩子是无限的存有，他们拥有选择，他们选择这样的父母，他曾经。然后他们选择父母，因为他们比我们聪明，所以他们可以控制我们。然后我想加一句，这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比我们聪明。Gary 有一次指出，我也是观点，所有的孩子因为比我们更为觉察，作为一个内助父母，他们经常会这么想，因为他们很小，然后很无辜，然后很天真。是的，引号就是这样。所以，就像你说的，他们。一直都有选择，只是因为他们不是他们头脑的选择，不因为他们没有选择，就这是这很意识到孩子总是选择，他不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只是他们总是在选择，他们也是无限的存有，跟你和我一样，他们总是在做选择，他们总在创造他们的人生活，这不像是一个自动的就是系统，这让你。当你意识到孩子有选择的时候，这就让你就不再去责备他们所选择去创造他们的生活。对我而言，老实说，最后一然后过去的12个月有点挣扎，作为爸爸，因为我的儿子所选择的，他可以选择的和他正在选择的，这很有意思，去观看。那其中是我被告知这是选择，然后这就是成为父母最难的部分，然后你很关心他们，然后呢你必须要允许他们去做他们想要做的选择。是的，你也必须要关心你自己，同时是的，这就是关于我的儿子 Leslie 呢，他在寄宿学校已经好几年了，他想离开，然后呢，然后但是我认为他如果在寄宿学校，那他的眼睛会更广一点，然后呢我就提供了金钱让他上寄宿学校，所以他现在呢做他自己的事情，其中他告诉我的事情就是我是一个有优越感的混蛋，那我然后我替他选择他要选择的东西，而不是他想要的。我看到你对你的孩子，这就是可能是与众不同，因为你让你的孩子有选择，好吧，就是我会选择带着我的人生，就是你的。然后呢，又是我最近的提问，就是亲密关系的五个元素，那些你们从来没有听过的，就是尊重、不设防、尊重、信任、允许、感恩、不设防。然后呢，我做了很多提问关于这个尊重。当你讲到他的时候，你在尊重他和他的选择。是的，对我来说是有点困难，因为我是一个在很多方式关系啊，或就是和孩子的关系，我总是一个我总认为我知道更多，我总是有一个优越感的混蛋。然后呢，就是 Gary 跟我指出来说，这真的，
我试图帮助人们。那基本上，我认为我知道更多。嗯，什么？很少有人会承认这一点。你知道你是的，是真的。谢谢你指出来。所以关于孩子，就是我持续的练习，我认为他们选择一个不一样的。就好。有趣的观点，我也这个观点，让他们选择，让他们自己找到，是的，然后创造他们的生活，是的，然后去鼓励他们创造他们的人生，那鼓励他们去创造他们的生活。我们认识很久了，我观看，我们非常动态的学习，从不同的地方。如果我要创造我的实相，那会是什么？这是如此的，这是成为你，这是你能选择的最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把它搞得最为复杂，就是最关键的，我们把它搞得困难。这不是那么困难，是我们把它搞得困难。是的，然后我们在投射我们的孩子，他很难，而不是说哦，如果你选择你的实相，你会选择些什么？很多人就是因为我们进入这个，我们买入这个实际上的观点，但我这么的会找，然后呢，我的孩子只会选择，他会选择事情，然后就好像那是坏糟糕的事情。所以让我们尝试这个，我们会讲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我们最近的那个七天活动，然后那个迷思，对我而言。我不需要承认，一旦我当时奶水，然后呢，他妈妈会认为我爱他，那就是迷思。所以又有一个孩子创造的，很多时候我们创造的我们养力基于我们被兜售的迷思。如果我们有孩子，迷思就是我们会成为完美的父母。一切你选择都是我的错，所以我们拥有所有养育你的迷思，所有你学到的这些迷思，让你没办法去创造，让你去持续创造谎言，好让你去养育的你是否通通智慧，并不再创造。让本来是这样子。我想问你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就是带出来很多。就一直，因为我是那个选择跟孩子妈妈离分开那个，然后两年以前呢，然后我就搬离了澳洲。我知道你也有作为搬离的澳洲，作为一个爸爸，作为这个原型，就不认识了的哦。我们在七天也讲到了迷失和迷原型，那原型就是就是我们这个身份哦，我是这个，我是个爸爸，对。然后基本上这个原型就要成为错误和糟糕的爸爸，因为你就是搬家了或怎么样，有很多就是故事会讲你这个爸爸不再在意或关心。所以然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是关于基本上呢，如果这是一些是投射或投向你，关于你如何处，那你如何处理？所以你可以使用什么工具呢？当他带出来的时候，我会说好，一切我试图评判我自己，进入这个买入这个实相的观点，关于我所选择的 plug and plug。所以，我两天以前我跟我朋友谈话，我早上醒来，我在想到 Nash， 我开始选择错误，然后呢，我们对于错误就是这如此的。你进入他认为，如果你进入错误之处，你会想明白你为什么你把你搞得错误，所以你可以把你搞得正确，你会就摆脱评判，他永远行不通，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一个循环。我们在我们心里放着，我们认为只要我们正确，我们就不会错的。如果我们是错的话呢，我们必须要去试图成为对的。如果错的，我只是发觉我自己，我拥有选择，他有选择，然后我会在能量上跟他连接。你必须要愿意对你自己有善意，就像你提到对你自己的善意，你要也拥有这个。是的，对我而言呢，
我只是看到他，你真的想要用一些不一样的吗？他在很多情况下说不，所以好吧。但是我想说，我运行了一个一个程序很多年，我把什么搞得重要、有价值和真实？关于拥有一个快乐的想法，让我持续不断的评判我自己。所有这一切，陈颖天要背书，说成这样子。我记得你是几年以前，你提到了这个。这带出来，这真的太聪明了。是的，一旦有决定，我必须要有一个快乐孩子，或任何快乐东西，这是来自于如此的评判。你说，哦，我必须要有快乐关系，这就是有多少，你必须要评判你自己来创造快乐，是基于其他人的观点，而不是你猜怎么着？我只是去渴望去选择，在每一个选择，然后呢，我们做事情之前，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我说，我想让你开心。我不光是就是要不是我没有办法去基于这个这个就是评判，然后呢就是关于我们就是应该开心，我们也会就是基于投射认为他们应该是快乐，就是全是关于我们在投射全是关于正确性。是的，我想那这个就是养儿育女就是如此的头脑的一个剧。我们有就是我们所有养儿的部分就是都是来自于我们父母，我们认为呢我们不会像我们父母，然后呢我们有孩子，我们就很投射，就是关于所有是关于他们的投射。我想每个人观看这个，如果你认为养育应该容易轻松的，就是我们所强大的迷思。所以你有多少迷思关于养育应该轻松，如果你不是这样，你就是错的。所有这一切曾经跳跃数，你是否通通摧毁并不再创造 record by life 生标准，你知道吗？你有一个孩子，就像很多人，他们有多个孩子，你已经就是这个承担了这个星球上最大的这个最难的工作。然后呢，如果说你有这个就是有跟那些有婚史的人结婚或在一起的话，然后你成为继父继母的话，那就是更难了。所以讲到这个迷思，这个带出来的能量，对我而言，我所做就是。我19岁的时候，我遇见了我孩子的妈妈，她有两个孩子，所以呢，19岁我就已经成为爸爸。我现在回顾那一块，那就是迷思。去，如果你有一个快乐的家庭的话，你会开心。他根本行不通。但是。我们一直在这么做，我们如果我们对此我们对我们诚实，所以我正使用什么名字来创造我正在选择的人生，这就是那么现在我发现一些事情，哇，那就是迷思，哇，那是个迷思，哦，哇，那是个迷思，所以你就是说呢，所以我正在使用的迷思，你甚至不在头脑上知晓它。我发现呢，我现在还在这么，我以前这么干，我在寻找答案。但我在做提问的时候，这不是关于，因为我是个头脑批判者，我是去就是要用头脑想明白。在我选择之前，然后呢，我天哪，我遇到了 AC， 但是完全的疯狂，那是另外一个迷思。是的，这是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最大的迷思。如果我们思考，如果我们有头脑搞明白它，我们就能改变它。我们就是认为，因为我们总是在思考非常小非常小的一个元素，关于什么可能性，那么这个是关于什么和我们所擅长，基本上呢，那我们知道你不需要头脑知晓迷思什么，你只是感知到能量，然后摧毁不再创造它，这就是所有的这个头脑击败的有帮助的。你知道只要你感知到那个能量，然后你就摧毁它就可以了，它行得通的。是的，我真的很感谢你，我真的很感谢你的不设防，因为，我对这个我们是养儿系列的系列，我对此感恩的地方，它不是关于，
把养儿育女做得正确，他妈的这就是一个助理好运，你永远没把这狗屎搞得正确，就是关于看到它是什么，哦，对你自己真实，你猜怎么知道？我喜欢思考狗屎，我如果我认为我只要能够搞明白它，我改变它，那行不通。哪怕你做了很多很多年，我发现就是在这个很搞笑，我发现就是我只是在抓住他，我真的就是这个啊，做这么久了，我不想放弃他，然后呢我发了很多能量在里面，他一定有一天他会行得通，但是他行不通，你知道，我记得这是一个就是哥斯达黎加的一次 CF 或者是这个七天课程，他在早上课程提问有多少你愿意去哦，都受你的限制，然后、哦、他说100万美金，你为什么不免费赠送？他说哦，我花了很多功夫，我必须要就是这个被支付金钱，所以我们一再抓住他们，抓住我们的限制，认为我们这个挣得了他们，因为我们需要保持他们，是的，真的，这是真的，这不一点都不聪明，太疯狂了，是的，这太累了，太难了 crazy 疯狂，是的。Yeah. 那你在哪里有去？作为爸爸的，有呢，就是我想说，作为内人处的爸爸，你有什么与众不同？就是如此的觉察，其中之一，我所做的就是，就像你说的，你说到，就是这个头脑的一个去，对我而言，我就是教导我自己不同的事情，关于养育，只是去到，我做选择。然后很多时候呢，我对我的儿子道歉，我成为一个混蛋，因为我会做一事，我说啊，那不会善，那不善良，这不是以我想要的方向，我只是道歉。然后我所做就是，我看到他，当他就是长大的时候，我说好，如果我现在是他，我会如何跟我自己讲话？这就是我总是使用对他的，因为他有的时候他就是把我搞得很难看，然后我宁可不想就是来自于正确的父母的观点。如果我现在会提问，然后我如果是他，我想听见什么，所以我从那个地方跟他交谈，就像是。那创造这个空间给他，他不需要把自己关闭，就像我说的，我学的经过很多人学的，哦行不通，那行不通，哦那很行通，哦那很酷，那不酷，如果不需要把养儿育女做对呢，然后我们对此会有多少自由呢？那么其中很有意思就是关于这个养儿育女训练，就像是，我们想去从一个地方去养儿育女，允许他们成为他们呢？然后他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呢？对孩子们知道他有他。他不需要去为任何人而放弃他自己，那是如此的一份礼物。是的，我真的很喜欢你前面提到，你基本上这是真的很强的。你看到他的观点是什么，在那个情况下，你愿意看到，你会愿意舍身处理，然后作为。你不是说作为爸爸要说的正确是什么，而是说哦，他想要听见什么。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观点。还有愿意叫你自己狗屎。我记得有一天，我然后呢就是孩子冲浪或干嘛，做了尝试了一些就是这个冲浪。我记得有一天，我在我的事业有平板，他应该就是这个做体育运动的。我发现我自己这观点，我说哦，我是一个评判的混蛋，那谁给了我权利让我去评判他们呢？这是如此的礼物，我需要对我自己更诚实对此。如果用评判，
我是在成为什么样的父母呢？如果愿意对此诚实，不是把你自己搞错，而是看到说 OK， 我试图觉得自己成为有优越感的家伙呢？是的。然后那会去创造些什么？是的，很长的时间，我是把它变得正确，成为有用感，因为帮助别人，这创造一些东西更大的，那就是认识一个巨大的，就是这个迷思，有这种相信。如果你帮助某个做这个那个，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有用感的观点。我想你可不可以带出来清理，就不我每次后每一次这个迷思带出来的时候，我并不是从基本上我们被告知养儿育女是个迷思，所以有多少养儿育女的迷思你正在使用。我们怎么是前者运作的？有你正在使用多少养儿育女的迷思来创造？持续的评判的状态，对你的持续评判状态是你正在选择的。所有的这些请听好别墅，你是否通通摧毁并不再创造 Rock Bottom 是什么样子？因为对你的评判这是另外一个最有价值的元素在世界上。是的，这就是迷思。如果你评判你会改变，是的，你会最终把它变成正确。是的， Rock Bottom 是什么样子？Rock Bottom 是什么样子？我希望我可以这么说。是的，是的，就像我之前讲的，关于这个养育你是一个头脑的区域，但是他们走开，他们就是有多少我们有多觉察，或我们有多有能力，因为你可以看起来像是一个头脑的一个区域，就是你跟进入所有的觉察，让我们如此的有擅长于处理它。那我们前面讲的，如果你愿意不设防，如果你愿意拥有允许，如果你愿意降下你的屏障，然后去聆听其他人或你的孩子或什么，而不是假设你必须是对的，你总是就是然后去消散这个头脑的区域，然后就是感觉就是看起来像是花朵的可能性，允许就是关键，因为你决定了就是这个头脑区域的，你必须要对没有任何事。然后那会当你对你自己允许的时候，养儿育女会变得轻松，因为你看到了你说我必须还带我孩子上学或怎样，这不是来自于一个这不是一个这如果你必须要做什么事情，这不是轻松。如果你成为一件事情，你才会拥有轻松。所以我想说生命中的一切都像我拿到来的轻松喜悦充满荣耀，甚至关于养育你也是如此。是的，是的。And that difference between easy and ease, I think, is pretty substantial. 因为这个实相说轻松是，有个观点就是啥都不用做。但是，然后呢，就是，然后其实真正的轻松是关于你可以选择一件事情，就意识到你总是有选择，不管出现什么，那就是最棒的事情。如果我们愿意拥有它的话，绝对就是这样子。这就是那个地方意识到。你可以改变一切事情，如果你愿意做个不同的选择。是的，你知道，就像是任何事情，现在对你孩子在放事情，就是你看到他，你说好，你是否我这里能够做一个不同的选择去改变他？我喜欢这个，是的。
有一些我更为更多的进入，就Something 是 that I'm getting more and more to is like 选择带来创造。choice Gary creates 意思怎么 another. We 说？say this like 你明白就明 白 Gary 了。says this all the time, but you get it when you get it. 然后你持续的明白它，持续的明白它。And then you keep 然 getting 后 it, 关于 and 我 you 们 keep 选 getting 择，it. 很少能够 Of like 选，that choice creates literally making a 选择带来创造，都会 difference 改 and 变。change. 你其实有的时候 And then 啥都没 you 感觉 might not 到。notice it at the time because it 然 didn't 后 feel like anything. 一个月之后，或六个月之后，你说 But months 哇，later, 你you might 回顾的 look 时候，back and you're 那基本上那个选 like, 择，wow, 在那个时候，然后 literally 你 that 看到了 choice 与众不 done by 同，them, 你看到了改 and then 变，you 也 see 就 the 是没有 change 看 and 到 you see the 你 change 的孩子或你自己人生或关于 and 金 you see 钱，the impact or不管它 withdrawal 怎么 or 冲现，但是那个轻松。however it 这 shows 不 up 是 and 说 that 哦，你 ease 现在一切事情 felt 都很 like 简单，oh不，now everything's easy 就是 like 开 the 始 ease 轻松，然后 starts 是渗 coming 透你 into 的人 your生，life 就如此之美丽。and 因 you 为 have such 你 a 不需要 good 努力 sense 工 of 作，或 because 就 you 是 don't 这 have 个 to 努力 like 尝 work 试，你 hard 只 or 要选try 择 hard 就好了。to 我 attract 喜欢 anything 这如此之美丽，就像是。and I like that it is so beautiful and it's like I mean it's 意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旅 consciousness is 程，an interesting 就像 journey 是我想说，you know and it's like I mean 我记得。我总是 I 寻 remember for 找 me, like 一 I 些 was 不与 always 众不 looking 同的，out 总 for 是，something different, 然后我只是找不 always. 到，And it's 直 like I 到 just couldn't 我 find it until 找到了 AC。我 until 记 I found 得，access, and I 我 was 第 like 一次的，I remember 那个 doing 第my 二级 first 三阶课程 level ，Gary 2 or 说 3 一 class, 切，and你人生中的 Gary 一 said 切，今天 everything 现在 you're showing up 是 in 基 your 于 life你过去 today, 的选 right 择。now, is based on every choice you've 我说 ever 什 made 么？at that point. 你说我选择这个狗屎，我人生中 You 这些 mean 狗 I've 屎吗？ chosen this 然后我 polished 意识到 shit 它，all 我 my 意识 life? 到。我可以做一个不同的选择，然后这如此对我来说如此自由，因为我整个人生就是在表演一个会善者、受害者。如果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真的教会我们孩子就是选择带来创造，那会给他们多大的自由？你是怎么知道？那今天我想去选，今天我想成为什么？我就能改变什么？如果我愿意选择一些与众不同的，我能改变些什么？太酷了。我想说 I mean, 那 that would have been, 那如果因为孩子会是很有意思的是的真的 Yes. 我喜欢想要问你下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知道你的故事当你第一次来 AC 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 Nash 两岁所以你住在他妈妈的地方四岁所以你在你挣扎，要么住在你妈妈家里，或就是你是自己独自带的儿子，任何地方，希望无助或什么，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关于养育你，那你会建议什么工具？当遇到我会，最大的礼物对我而言，在那个时候就是。我那个时候跟我孩子的妈妈结束，然后呢，我就跟他的妈妈在分享一个非常小的这个就是跟我妈妈在住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起居室。那个时候我做了对我自己做了一个要求，不管做什么，我还改变我的人生。那么第一个工具就是这是属于谁的？我必须假设我是说你一些，我决定就是我的错误是我的。然后我就是我开始使第一次使用的工具。如果那些你在聆听的人，你说我现在在挣扎，然后你看到他说哦，我今天能做什么选择？那会允许我开始改变这个，你知道。我们很多人是来自一个地方，我哪里有什么错误？一旦我们搞明白哪里有什么错误，我可以改变它。如果我要说，如果我们说，你没有任何错误，是的，你没有任何错误。我们很多人确实就说，好吧，让我来解决问题，在我拥有可能性，让我先解决问题。不，问题是发明，我们创造问题来阻止我们自己，然后可能性才是对我们才是真实的。那可能性只是来自于选择，那选择是来自于提问，是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到这个地方。So we have to get to a place where 请求，然后你就能接收。当你我开始明白它的时候，我说，如果我只是请求一些东西呢，然后。我可以去创造，向内创造，我可以请求，我可以选择，然后呢，事情开始出现在我的人生，就是魔法的奇迹的。我说哇，
就可以比这样轻松去创造。然后那个地方我们必须要记得，就像是你必须要愿意从提问开始，你不愿意去提问和请求。然后我想要我今天的人生看起来像怎样，我今天是谁，我会拥有怎样伟大而光荣的历程，而不是我昨天什么，然后呢我今天必须要弥补什么问题。这是一个不同的实相，是我们现在是可能的，如果我们选择的话。那我还要我要说，我想说，那你要去，就是去每句你感觉你搜索后提问，那现在我要做些什么让我去拓展，我需要做些什么去让去拓展，所以你可以开始可以感知到什么对呀是正义，而不是你决定的哪里有什么问题哪里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搜索我们自己。我想说还有那个，这就是我们有如此多的东西在 AC 里面，如此多的免费的东西在线上，它只是我们只是想要贡献给你们，所以去你去寻找找些东西，这是这也是真眼真实的。另外一个是我想说的，你是要使用工具，是的，你要行动，你必须要去使用工具。谢谢你。好，那个人提问，什么工具和这个提问，你会这个对一个就是在家带孩子的单身妈妈，然后呢是对一个六岁孩子的，六岁在新冠时期，那你愿意就是请求帮助？我也跟我一个朋友对话，我们在寻找那如何让他如何轻松在家里带孩子。所以如果我们不是从你必须要做什么去运作，而是说你在这里真正可以让他更轻松，就开始从提问开始，所以你开始打开这个门，通往可能性之门。所以那么什么对我带孩子行动中，什么对我对此行动中，我需要一些帮助吗？你要知道当我跟这个人对话的时候，他有一个儿子，非常的就是这个就是多动症，就是他非常的，所以他可以去任何事情，你可以看到与众不同去看，或者一个房间是否会遇到，你不知道，直到你开始提问。所以那还有什么可能性可以让他对我们所有人行动？我说从那里开始，然后保持在提问中，然后意识到你试图在家里带一个六岁小孩，六人出小孩，你所以你可以提问什么会让他更清楚，因为你有这个六岁孩子，他可能会把屋顶去看，那或就是你会说你可以提问你什么会创造让这个更多轻松。我会说孩子们需要很多的移动，不光是物理层面的，身体层面也在能量层面的，所以如你有四到五个五不同的地方，然后他们可以在家里带孩子，或者是你可以创造这样的事情，看他们去到哪里能创造这样的空间给他们。然后呢我在想你可以如何就是把你自己包括他们，把你在做的事情把你包括在内去学习。然后我发现在家带孩子就是在家育儿，很多跟你创造的人生其实无关，所以如果你做个提问是关于你想做的，就开始就是从他的观点去看待事情，然后他就是这个对什么感兴趣，他想要去学什么，你可以去就是你去提问，你把什么认为是有价值的，那你学你可以就是学交换什么他可以余生中使用，你愿意去成为错的另外一个事情，你愿意把这个在家带孩子搞错，所有不允许你们在家里教育孩子搞得错，或这个或就是教育孩子搞得错误的，或养育孩子搞得错误的，所有不允许你成为这一切的，你是否通通不创造出这样子？你知道20年之后，哇，这是如此的一个自由的事情。我记得跟我的儿子练习，你猜怎么着？我抱歉，我是心肠最差的爸爸。他说：“你不是。”但是，我请求你，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愿意把他搞错，我可以看到什么是真实的。就是同样的，关于在家带孩子，如果你就是有一天很糟糕，他行不通，那你可以明天尝试一些与众不同的。我从那个选择能获得什么觉察，我明天可以选些什么。是的，
太赞了，太酷了！我 Awesome. 不知道还我们在能还聊些什么，有感觉的就是，哦，这个四十分钟我们聊了很多东西，是的，有很多内容，所有这些就是直播真的都非常棒，每一个都与众不同。我真的很感谢你来参加这个采访，真的，我喜欢这个就是。就是同样关于我们的孩子，我们每个都与众不同，所以你感知到我们所有每一个人对养育的不同能量，那是对我一个礼物，去看到那和能够是如何贡献给人们。但是如果我们也对我们的孩子也是如此，我们不是试图就是训练他们，或说我们可以看他们真正在成为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去贡献更多的那个呢？是的。太酷了，谢谢你邀请我，这是如此的，一个有意思的对话，真的，真的，哦哦，我想要想见你，哦，这个就是伊斯坦布尔，我们可以见面，哦，是的，讲一下内人组，就是在证明他们是有多有强的，他们总是到最后一刻才去打包、打行李、装行李。是的。好，谢谢我的朋友，谢谢你，谢谢你，很快再见了，下次见了，拜，大家。Ciao, everyone. Bye.